就是这一副。爸爸，爸爸爸爸。你也以为我不是标题已经说，但不是那个撒吗？很怀念吗？我现在其实预计是，我觉得年底啦，年底回去玩玩炉石看看，预计是年底，我觉得年底回去玩可能比较好一点，大概是这样。宇宙应当被修正。只拿王街市打烂。Interesting。他跟我一样。守者基地啊，宝石可以全下，全下还蛮手牌，好像应该全下就是了，反正有点憨。极乐，这是五，什么奇怪的内战？他应该也没有上气，不过他有可能有蜘蛛人哦。这个移过来是死。不过他也可以打这张，只要蜘蛛人我吗？啊，他如果蜘蛛人我的话，我要蜘蛛人回去是不是？我觉得蜘蛛人还可以吧。然后他如果蜘蛛人我的话，蜘蛛人，蜘蛛人在此。哦，等一下这样我输 fuck。这样我输吗？这样我输，干这输不了。这个移走我会平手，这样是六，刚好输一哦，刚好输一 ，fuck， 是吗？十一对，GG。没有 Iron Lad 可以用什么替代？我们现在一律不回答这种问题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对这副棋非常不熟悉。还没有到很熟悉。Fuck！ 巴巴巴巴巴巴，二杰斯还可以。其实我们一般比较想要三阶五哦。啊，我们几乎完全内战了。
点喜欢呢。Oh fuck！ 超憨。谁要 snap 他？好像是。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但又不能玩游戏啊！起飞准备就绪。这到底怎么赢啊？我们有恐龙啊。等一下啊。对手 Snap。Shanty Boy。最大吧，我们没有必要理这边，对不对？加四是六，会输吗？早说会输哦。他放错边了，其实，他自己赌错边，他赌对边，我就炸裂，二分之一，所以他也有同样的，他跟我们是完全镜像，基本上。没有关系，小子跟莎莎。你其实可以玩奇尔蒙格系列，跟可以玩摧毁杀，嗯，摧毁杀其实应该蛮好的，我个人认为。这是不是超糟糕吗？我们把这换掉要不要？啊，他先手，你先不要换。Jeff 换一点不像。Oh shit！ 哦、oh? ，等一下，这样哦。石碑是石洞。What the fuck？先手是个问题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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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！ 太晚了。我们这一把只准握 Excel 收 ，Excel 收这边我不就输这一路了吗？感觉好像是。傻傻 boy， 哦，直接把它摧毁掉、哦。OK， 灵魂 boy，Oh my god， 变二十了。这一局感觉打不赢，只是一种感觉。OK， 抽两张，可以再抽两张。我可以空间把这个传走，谢谢 boy。我可以拿一堆能量哦，可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用这张。
这张是什么？蜘蛛人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赢了，应该赢了，我石头挤满了，他也不能上气我，可他上气这边之类的。他要凯奇憨儿。赢了吧 ？Oh no！ 十一，没有没有，我应该赢了，我应该赢了。我是二十。他没有撤退，其实有点猛。狗已经去上气他、哦。是也可以，不过二十其实还蛮爽的。这周开了三个焦点，就是不中钢铁小子。这周有钢铁哦，这周有钢铁小子哦。所以你们如果缺钢铁小子，应该去开焦点宝箱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好用都不降，现在就不大会降啦、啊。所以你们如果缺的话，其实可以开钢铁小子。缺钢铁小子的话，这其实也蛮帅的吗？现在不大会，应该不大会这样好用的牌。宇宙应当被修正。每将都没有免费三次牌拿，对吧、啊？三跳五，我感觉是某种区域牌组之类的。Oh shit! This is not good.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打进去哈，这样也不失为一个方法，或者打这两个，或许下轮再打这两个。我们有凯奇 boy， 怎么这不可能上线？有可能是蜘蛛人，或是克罗，或是凯奇，或是加一能量。自己抽自己，
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像右边、左边是平手，是吗？新法一直出，小子一直变强。对啊，钢铁小子一出，我就说他会是一个会越来越强的牌啊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会越来越强的牌啊。你很讶异吗 ？OK， 等等 ，OK， 没事。直接6000买钢铁小子算了。如果你可以想办法用宝箱开，当然是宝箱开最划算了。如果你这没有，其实应该不是这样讲。第一个是你是不是真的那么缺钢铁小子？嗯。然后你如果真的不缺的话，你其实可以等。你如果缺，不过你如果缺的话，当然你就不能等。开三箱都没中，那不是最后一箱一定会中吗？还是你没有箱呢？无箱者，Monster Island， 神奇 Boy， 涅布拉罕尔。欧米尔辛，哇，鲨鱼其实是比较万用，没有错，同意。然后没有抽到时，那个还有一个，没有抽到时间宝石。上去。已经储不到第四箱，GG。暴风御于我手。这个罗打一只哦，干那什么东西？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Good old 蜘蛛人，等下是这样吗？啊？你们觉得是他还是他？是不是他啊？会不会上气吗？啊！GG，感谢你的 snap。不是那个煞，就不是那个煞啊！他不想玩了哈，应该不是，他应该想把我吓走。就他如果有末日博士的话，
或许好像也有点难。嗯，有莫尔博士好像他也不会赢。你个人带的凯啊，带凯也是一个蛮好的想法。控制黑鹰没岩崩能玩吗？不能。你没有岩崩，你是你没有岩崩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岩崩三持牌吗？岩崩三持牌吗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，那时候黑鹰还没出来，岩崩是一张垃圾。美好的没有黑鹰的年代，岩崩就纯粹是一个四五垃圾，纯粹只是一个丢石头给你的憨儿。如果没有钢铁小子可以带什么？不知道，估计你还是需要一些四分卡。等一下，怎么这么多那个啊？真的全部都是控制煞呢？我的黑呀！真的都是控制煞哎，好扯哦！这是抽取卡牌。这是我的吗？不要确定。干他妈丑到爆！太丑了吧！太丑了吧，兄弟！他只有四张牌，我有两个灵魂宝石哦，似乎是有那么一点 OP 耶。不过我也有凯奇。所以如果抽到凯奇的话，我两个灵魂宝石其实都会废掉。嗯，钢铁小子完全内战。OK， 所以这边问题是哪一张哦？五六五六还是五三，或是五五，或是克罗？应该不是克罗，他也有长能量。所以他可以封一路，问题是上气吧，是不是？嗯 ，shit。欸、好像我怕上气啊！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好邻好邻居蜘蛛人失效。哇，他是没有，我们两个人各一个时间宝石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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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黑鹰是康特这一副的，嗯，因为我们牌多吗？嗯，其实牌多。他没有恐龙。哇！哪尼的斯卡？为啥要这张，兄弟？呵呵，我们应该不 snap 是不是？恐龙超大、啊，他会丧气我吗？Do are you going to sanchi me? 干！他这三张都是他自己的。
No! Oh my god! 没事。OK。我 snap 在大家会错对的时候，不知道想 snap。光谱不大一样。光谱。我们起手，我们应该只有三张还是四张牌是原始牌组牌，所以他原始牌组牌其实已经打得差不多光了。半金属，光谱，所以他是一个蛮仰赖钢铁小子的安格尔哦。光谱还蛮恐怖的。打个原则赛环境差很多，对啊。他这样不大可能带上期。死亡的地方，所以我钢铁小直接打中路。哦，原来是带狗的，原来是带狗的啊！要 snap 他吗？啊，忘记我做这件事。不应该这样吧，有可能会有 X 教授哦。教授对看呢、啊，中间如果他哦，他是被移走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还是可以打一教授，他也可以打一教授。嗯，那问题是光谱哦。他可能打一教授就是了，他刚光谱可以放死亡领地，可是那样他应该不会赢。你的好邻居蜘蛛人在此。嗯，OK， 恐龙，哦，对啊，会这样啊，假设他有 Jeff。光谱打这加三加二，应该 Blue Marvel 没有啊？你这样封住他，只能打在死亡领地啊，或是劫夫作诗。他如果移动，他就不会被彩虹桥移动，就不会被彩虹桥移动。其实是一个蛮诡异的事情，那个鲨鱼被移动那里，可是理论上好像也没什么错，我到底在说什么？他有没有上气啊？你们觉得他有上气吗？我觉得他似乎是没有上气。OK， 处理格子问题。哦，这一般要归到第三轮出哦、啊。极血世界，其实不大想打这张在这啊。
不过也不大想给他，那我又一定要打。这边可能要撤退啊。被挡到吗？挡到了。不过这样我上气也用不了。我要给他一个这个吗？如果这拿了 XL 会发生什么事？这边我们半个石头都没有，所以有点痛苦。葛罗 fuck 超烂。他这样子拿到的钢铁小姐是有葛罗在里面的，所以其实挺憨的。三加八等于十一，感觉应该想办法把这边填满啊。吗？对手 snap。Fuck！ 我们该做事吗？他可以葛罗这边中路。我想撤退。撤退。其实可以不要撤退了，因为他这个重在这边，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就这个在这。可是他因为牌很大，所以大部分应该都是好东西啊。他会塞小东西给我们，小东西给我们其实会让我们这个变大。就我们比较好的 play 其实应该是感觉是打蓝鲸旗，然后希望他塞一个一两费的东西给我们，然后最后一轮打恐龙加一再萎缩，然后跟他赢，我们赢中路跟左路。或对。然后他狗狗其实还是有可能出事的。我们那边撤退其实给他很多面子，这样讲对吗？这样加二，所以是三飞，是吗？三吗？哇，当真牺牲灵魂宝石？哦，不过他是不是知道我有凯奇？哦，是四，是四哦。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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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他手上有张光谱，要记得。干，你没有上气啦，好不好？你没有上气。当我说你没有，你就没有。OK，Understand？ 俺说你没有，你就没有。要牺牲这张啊。好像不要，看来没有石头有点惨。I have no rock, no rock. I don't have rock. I need some rock. Give me some rock, please. I need some rock in my life. What the fuck?先上气了再说。哦，他可以移牌啊，他可以移牌，这样上不到哦。没有移牌哦，干，等一下，哦，换地点，这样十级十五哦。葛罗，等一下，这第三回已经过了。先射你满脸，你也射我满脸，干 GG。哦，不对，我们有这个。他手上有光谱，不对。他手上有光谱，我想起来了，所以18不够，因为这边是19。好讨厌啊！
也不可能赢中路，GG。这张是光谱。张是光谱，不知道克劳、克罗、格罗的中文比较好，这有点难呢、啊。我们上期没上到，很惨。修正。嗯嗯嗯嗯。采集被看到，反正可以被看到，其实没什么关系。我们出石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有带那个蓝晶旗，机械世界。刚好曲折离奇啊，有点过分的曲折离奇。OK， 现实。我没到，这第四回合，嗯，请不要抽牌，谢谢你，石头。嗯嗯嗯嗯嗯嗯嗯如果我们互射的话，我后面还可以以那个长大鲨鱼走，鲨鱼还是有点 OP。我们互射的话，我们蜘蛛人互射的话 ，OK 。我现在好像应该讲清楚一点这边其实搞不好可以直接 snap 他，因为这是最强棋手。第四轮吗？有点想抽牌，最多打他最多打两张吗？或三张？我忘记他有没有带零费的那个东东了。无名酒吧 ，OK， not good， not very good， 雷姆。啊啊！等下，这样有办法赢吗？啊！蜘蛛人，有点困难的感觉。好险没有 snap 他。What the fuck？ OK， 这什么鬼？格罗？所以应该还是要打这张，对。所以我有点需要蓝晶旗。
感觉 GG， 有一点 GG 没有错。很多石头。他会不防这张吗？感觉有点难。要打中间呢，Oh no! Oh no! 我忘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等一下，还会被变走，除非我抽到东西哦。等一下，头有点痛，先这样。把教授好像会被吃掉。哦，现实，红米有心。对啊，No， 我感觉没事。说起来，我记得会变形，对。这样不让他移动，不让他拿到那个加战力了。嗯上期 Your Mom。这样对吗？假装是对的。今天才会变，我今天会不会变啊？嗯，变形大于那个变形有点 OP。无限票加一。看，这又是。叫掏黑鹰出来玩哦，这本来他不会怕黑鹰吗？